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撒母耳记上第三十四天，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三至二十五节，穷途末路的扫罗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妇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妇人看见撒母耳，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王对妇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气力。妇人到扫罗面前，见他极其惊恐，对他说，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。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。扫罗不肯，说我不吃，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，他才听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。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。他们吃完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撒母耳死了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不但是一个无法估计的损失，对扫罗而言更是如此。尤其屋漏偏逢连夜雨，
非利士军队沿着耶斯列平原集结，在舒念安营。从他们来势汹汹的阵势看来，好像要打一场殊死决战。难怪扫罗看在眼里，心中惧怕战惊。人在存亡绝续之际，才会想到疏远已久的上帝，扫罗亦然。这时候他也开始寻求乌灵土明的指引，但是上帝却不回应。这时候的扫罗是否会想起死在他刀下的全挪伯城的无辜祭司家族，亦或是会想到自己应该真诚地悔改在上帝面前？病急乱投医，扫罗居然想得出要找个交鬼的，把撒母耳召来问话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撒母耳居然真的出现了，连交鬼的妇人都大吃一惊。也许这次和他过去的交鬼经验很不相同，不过撒母耳并没有说什么太多新内容，只是将过去曾经说过的话重述一遍，并且加强肯定大卫是新的受膏者。这些话扫罗心中早已有数，只是撒母耳最后宣布扫罗将和众子阵亡于此一战役中，扫罗一听就完全崩溃了。扫罗的结局实在是个重要的提醒，是死不悔改者的见解。有些基督徒仗着自己已经受洗，以为已经拿稳了天国的保证，就不积极地悔改脱离起初的罪，像是不饶恕、职业性说谎，或是沉溺在情欲之中，结果生活离神越来越远，最后好像扫罗一样，上帝不再对他说话，终于进入犯罪不悔改者必然的结局中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将这样活生生的警戒放在我们面前，使我们看见不悔改者的结局。求主常常光照我，不让我陷在屡犯的罪中而不自觉。求你救拔洁净你的教会。阿们。导读神的话，约翰一书一章六至七节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就是光，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，带领我们走在你的光中，天天活在你的光和爱当中，享受你的恩典。阿们。主啊，若我们还行在罪中，就与你隔绝了。我不要离弃你，我要每日与你同行，帮助我能够远离罪。感谢主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不要让我陷在罪里面还不自觉，求你帮助我认罪，并且走入你的光明之中。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就是那位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，求你帮助我，使我能够天天亲近你，日日都被你的话语更新，天天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。阿们。主耶稣，我真知道我得救不是因为我比较好，而是因为你爱我。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赐我更谦卑和感恩的心来看待救恩，遵行你的旨意，不让爱我的你失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